启示录第十一章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，当作量度的杖，且有话说：起来，将神的殿和祭坛，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，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，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，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。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，两个灯台，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，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，烧灭仇敌。凡想要害他们的，都必这样被杀。这二人有权柄，在他们传道的日子，叫天闭塞，不下雨；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，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，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，并且得胜，把他们杀了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。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，又叫埃及，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。从各民、各族、各方、各国中，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，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。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，互相馈送礼物，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。过了这3天半，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，他们就站起来，看见他们的人甚至害怕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，对他们说：上到这里来。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，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。正在那时候，地大震动，城就倒塌了1/10，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，其余的都恐惧，归荣耀给天上的神。第二样灾祸过去，第三样灾祸快到。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：世上的国成了国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在神面前，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，就面伏于地敬拜神，说：昔在今在的主神，全能者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。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。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，凡敬畏你名的人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。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，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，随后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、地震、大雹、